好，各位法师，各位同学，阿弥陀佛。我们现在讲的是应顺导师的《摄大圣论讲记》，讲到第186页。好，那么在第五行这里，那么见事、相事与能取所取，说实在是应该没有太大的差别，因为透过见事是不是就能取啊？相事其实就是所取。它不过就是心跟境的问题而已，心它能够虚妄分别，境是什么？片计所执。所以我们如果从境的认识上面来理解它的话，那么这个境其实它还是以虚妄为性啊，也就是我们的外境是什么？无常的，所以呢是虚妄为性。之所以说它虚妄，是因为它无常，并且这些境是不是从种所生啊？因为从什么阿赖耶识的种子生出一切，有没有？生出见识，所以会造成能取相，那么也会从所取的里头有相识而进来，对不对？所以它的那个根源是不是就是从阿赖耶识的种子所生啊？并且一切为事，一切为事，一切都为事所变现出来的现象而已，而现出有二分，何谓二分呢？就是见分跟相分，见分与相分，好，那反过来说呢，为事所现的这个幻象呢，我们并无法了达，那么如果我们能够了达呢，就会知道这些幻象是无意义的，也因为我们不了达，所以我们以为它是有意义的，所以呢，我们要从有意义要能够慢慢的去降低，变成四意的，对不对？那一直到什么无意义的产生，所以成为我们所认识的，早就是片计所执啊。因为我们生来是不是就是一直在片计所执外在的所有这一切现象，而且我们会用很大的力气，是不是都追在这外在的现象啊？比较在外在的现象上面，所以我们从凡常的见地呢，来理解到一切为事，那么会知道所谓的见相，其实就是所谓的依他起，依着种子所生的虚妄分别为性，而成为我们的认识。这个是不是就是见识啊？而形成所谓的见相。那见相呢，就是这个能取的相，也是片计所执性啊。所以纵观纵横观察安立，只是虚妄分别为依他嘛。所以依他起性是不是就是虚妄分别啊？所以他推本呢归事，有没有？是不是要把它推到最原本的在哪里啊？阿赖耶识。虽然虚妄分别的能力在第七跟第六，尤其第六的分别的力量是不是最强的啊？之所以说虚妄，是因为有第七意识的什么思量，而且是自私的思量，是杂染的思量。所以我们说它是虚妄分别，但是我们说虚妄分别的能力，它是不是还是建立在哪里？阿赖耶识，叫做推本归事，听懂吗？推到根本事上面来，然后它才显现四意，有没有？它是不是显现出现象来啊？外在的现象是不是只是四意的显现？那何谓？四意的显现其实就是随取成境啊，随着我们现出去的这些相呢，而把它取为是我们的外境，是我们的境。所以呢，这些也不过都是一种妄计而已啊，这样理解吗？我们刚刚透过那个图，是不是比较容易想啊？所以为事的特意呢，在有心无境，先建立在有心而无境
为什么无尽不是尽不见了，而是说尽它是虚妄的，是无常的。这个无尽不是它消失了，不是说它没有，而是说它虚妄，它无常，这样理解吗？啊，所以我们说，哎，这些境明明有啊，只不过这些境呢并不稳固嘛，是不是不断在变化的，在缘生缘灭中的境，所以我们说它是一种虚妄的境，是一种啊无常的境嘛。啊，那一切的物象，我们初看起来好像有一个实在的外境，好像有别体的能取所取。哦，会觉得，哎，这个外在的好像跟我们的心没有关系，心归心，境归境，我们是不是比较容易这样子想啊？哦，会觉得，哎，因为我们习惯从相来想，就会觉得心好像在我们里面，境好像在我们的外面嘛。但是我们如果说从我们的那个图里面，就会知道，其实我们的心还包括到外面去来，第六意识是不是包括到外面来了？哎。我们在这个里面比较里面的是什么？第七、第八，是不是？哦，但是第六呢，它又根植在哪里啊？第七跟第八，所以里外是不是相通的啊？其实是相通的哦。哦，所以呢，一切境界呢，皆虚妄分别心所现出来的了，都是虚妄分别心所设的。哦。那片寂性上面所看到的种种哈，去探其实际，不过只是种种事的一个反应而已了。哦，所以呢，哦，可以归结成十一事或者四事啊，或者八事，或者说啊，它有见事、相事。哦，那这些呢，那么都可以有各种不同的分类了。哦，好，所以以上啊是属于三相，这样有没有点概念啊？这个片寂所执相是不是比较属于生活上面的看得到的眼耳鼻舌身意根所显现啊，所相应出来的什么色声香味触法的相，对不对？啊，但是这些是不是还是从我们的第七八两识所成长出来的？一切是不是都还依在阿赖耶识里面呢？啊，所以我们的这个所知依是不是依在阿赖耶识？所知相是不是在解释阿赖耶识的种种现象？啊，有片寂所知相，有什么依他起相？那我们的依他起相其实就是整个心。啊，第六意识是最有分别的能力，第七意识是不是有思量的能力啊？到第八意识有什么？意熟的能力，它虽然没有分别的能力，但是呢，我们的第六、第七是不是就立在我们的第八上面呢、啊？依在上头，它还是有关系的啊、哦。所以这个叫做依他起，它是虚妄分别。它所讲的是不是就是心故，或者叫做分别故？有没有啊、哦？那要让外在的相，片寂所执的相，从有意到四意到什么无意？那么是一个种法空啊，再加上我空，是不是要二空故缘成实相才会现前？是不是总共有这三项啊？其实就是这三项哈、啊。好，那这个是我们前面的哈、啊，先略示三项，对不对？第一哈、啊，那第二呢？广成为识啊，广成为识。首先明一切无意成为事啊，所以我们说一切法是它是无意的啊，无意而形成所谓的为事系这样子的一个系统啊。那么首先先出十一事为体啊，十一事体来设法啊，来看待所有一切法啊。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科判表啊。所知相是第三章嘛？哦，先略示三相有没有？有个标总标之后，是不是就是这三相啊？依他起相、片寂所知相跟缘成实相。哈、哦，我们现在广成为识有没有？啊、哦，广成为识就是明一切无意成为识。啊、哦，那先出十一识体来设法，然后再来辨识
好，来变为事无意。所以我们说原为事无意，其实就是在讲虚妄为事，对不对？为事虚妄就是为事无意，就是我们平常讲的虚妄为事了。哦，其实就是虚妄为事。哦，好，那我们看一下我们第187页哈，初十一事体以设法。哦，因为《设大圣论》里头是把所有意识归成十一事啊，哦，归成十一事来总摄一切法。哦，好，此中生生者受者是，应知即是眼等六内根。哦，生是，生是是不是有五色根啊？哦，那生者跟受者是呢，讲的就是意根，其实就是意根，因为我们的意根呢，要依在什么？第七意识上头，要依在莫那识上头，所以会有所谓的染莫那跟什么无间灭意，有没有？啊，所以生者是一种染莫那，对不对？受者是啊，生者是就是染莫那，受者是就是什么无间灭意。哦，所以这个是不是六根啊？合起来总共六根，所以因知即是眼等六内根，六内界啦。哦，六内界也就是六根，六根呢它属于内的，因为属于我们的身根，根身啊，根身，根身等于包括了六根啊。身根是不是只是其中一根而已啊？眼耳鼻舌身根，那只是其中一根，总说叫做根身。哦，好，所以前面三个啊，是六根的意思，也叫做六内根。哦，那鼻所受是呢，应知即是色等六外界。哦，鼻所受是指的是什么？六境缘境嘛，哈，缘外境，缘外境，所以叫做色等六外界。色等就是色声香味触法界，是不是有六界？前面六根六也是六界，啊，哦，也是六界。其实他这里要讲的是十八界，啊，哦，因为还有什么彼能受事。彼能受是应知即是眼等六世界，六世界是不是就是六世？六根六境六世合起来是不是叫十八界啊？哎，其实就是十八界。其余诸世应知是此诸世差别，其他的啊，剩下还有几世啊？十一六世多少？前面有五世，后面有六世了，剩余的六世是什么？世世处世啊，哦，还有处，嗯，处世数世处哈，世世世数世处世言说世啊，哦，还有自他差别是，还有善去恶去死生是，对不对？啊，哦，从第六一直到第十一的剩下的这个六个呢，也知道其实不过就是这十八界的差别，十八界的一个差别哈，哦。好，那么我们今天发了一张表哈，哦，因为在讲《广五蕴论》的时候，整理出这个表来。啊，也就是说这个是白法跟蕴处界的关系啊，因为在阿含经里头离不开蕴处界来谈所有一切，其实到大乘佛教也一样哦，它还是建立在蕴处界啊，像心经啊，心经是不是也在讲五蕴
十二处十八界，还是蕴处界哈。好，那这个白法跟蕴处界的关系啊，好，那我们先来看白法了哈，叫做五位白法，有哪五位啊？啊，其实我们说，首先把白法分成两类，叫做有为法跟无为法。无为法就是真理的现象，叫做无为法。有为法就是有心刻意的去造作出现象来啊，所以无为法是无法造作的。佛陀也讲哦，真理现象非佛所作，也非愚人所作，没有任何人能够去造作什么真理的现象。真理现象呢，反而是不透过造作而显现出来啊。所以呢，无为法之外就是有为法啊，这个有情众生刻意的去造作，那去造作的话就会有因缘和合生灭的问题，对不对啊？所以会有现象啊。那这个有为法当中呢，又分成两大类，叫做相应法跟不相应法啊。何谓相应法呢？就是跟心法色法相应，叫做相应法。不相应法呢，它属于非心非色，它不完全受到心法跟色法的影响啊。所以相应法里头是不是就包括了心法跟色法啊？好，那心法当中呢，又包括了心王跟心所，有能跟所啊。所以呢，五位呢就指的就是从心王、心所、色法、不相应法到五为法，是不是有五位？这样看懂没？哦，所以叫做五位白法啊。心王八个，心王讲的就是八识，前六识、第七意识、第八意识叫做心王。那心王是不是有？也有各有各的什么心所啊，比方第六意识的心所是不是最完整的啊？51个心所全部都有哦。前五识呢，它只有34个心所，第七意识只有18个心所，第八意识只有什么5个心所而已，它不一样的。好，那当然这个在白法明在什么八识规矩颂里面会讲得很清楚哈。好，那心所之外就是什么色法，色法有11个哦，不相应法有24个，无为法有6个，所以从8+51+11+24再加6个，是不是总共白法合起来总共100个哦，总共100个，所以这个叫做五位白法哦。那跟五蕴的关系是什么呢？五蕴里头是包括了色蕴、想受蕴、想蕴、行蕴到识蕴，有没有啊？所以这个色蕴其实就是色法，有11个啊。这个色法里头有五根、五净跟五表色，叫做色法啊。我们的五根啊，眼、耳、鼻、舌、身的根，所相对的就是色、声、香、味、触的净，再加上呢五表色。五表色其实就是所谓的因缘啊，这个纳进到我们的七八两识，那这些因缘呢，把它当作色来看待，叫做五表色，但是它又显现不出来啊。那五表色在色法里头，它是包括在色蕴里面，但是有时候五表色它还会叫做法处所摄色，有没有？法处所摄色呢，就是在十二处的时候呢，这个五表色会归到法处去。这有个五表色有没有？它是一个，有个虚线，它是不是跑到法处去了？哦，它会到法处去了，哦。好，那么所以呢，这个色蕴哈有11个，受蕴、想蕴、行蕴来讲的话呢，它是从心所里面出来，因为在心所里头是不是有个五片形啊？啊，这个
处作意受想思，好不好？有受想，所以受蕴想蕴呢，把它独立开来，会有受蕴跟想蕴，剩下是不是49个啊？49个心所是属于行蕴，是属于行蕴，再加上24个不相应法，也属于行蕴，所以它总共行蕴呢，在白法里头占了73个法。这样有没有看懂？先看懂它的关系了哈，内容的话，那个就要从《白法明门论》或者《广五蕴论》去详细讲了。也就是说，行蕴呢，它是49个心所，再加上24个不相应法，这样懂吗？所以叫做行蕴，它73个。世蕴呢，就是心王8个。哦，所以五蕴总共有多少法？哎，从前面8个加1个，再加1个，再加73个，再加11个，多少？94个。哎，那也就是说，所谓的五蕴，它是以有为法为主的，它不包括无为法。所以五蕴它是不是由100个减掉6个无为法，是不是也是94啊？哦，它是94法。这样看懂没？好，好，那另外呢，12处，其实12处它也有白法，18界也有白法，也同样。哦，那么意思也就是说，其实五蕴它就是94法再加无为法，它等于扣掉无为法，是不是只是剩下94法？五蕴它的范围最小，因为它不包括无为法。但是它是不是也都前面的都全部都有啊？啊，那12处呢，它也是白法，18界也是白法。好，好，那这12处是有10处，再加上意处加法处，这样看懂没？啊，也就是5根里头是不是有眼处、耳处、鼻处、舌处跟什么身处？啊，5境里头有色处、声处、香处、味处跟什么触处？哎，那因为《广五蕴论》里面的触处比较复杂一点，它是触一分再加上4大能造色，才叫做触处哈。那如果听过《大圣广五蕴论》，就会懂哈，就知道这里的有点复杂性，但是总说。它是不是还是有一个处处啊？所以它合起来是不是总共有10处？好，那12处其实是6根加6境嘛，对不对？所以它是不是还少了一个意处，还有法处？这样看懂没？好，所以这个意处呢，在12处里面的意处，它有8法。它就是世运，就是心王的这八个，这样看懂没？好，那这个法处呢？这个法处呢就很复杂了。好，这个法处呢会从最上面的哈6个无为法，加上24个不相应法，再加上51个心所法。再加上一个法处所设色，也就是5表色，所以总共有多少啊？82个，82个法，这样有没有看到？所以等于前面的8法，意处是不是有8法？加上10处有10法，18法，再加上82法。所以它还是白法，它还是白法，这样看懂没？18界呢？啊，18界，也就是10处，它会变成10界。这5根5境是不是都比较简单一点的哈？因为有5根5境嘛。
它就会形成在十二处里头，它占了十处，在十八界里面，它是不是也占了十界啊？好，之外呢，往左边去，它是不是还有一个异界？还有什么？还有个六世界，对不对？十八处是不是六世界加上六根界加上六境界？好，根、境、根识嘛。所谓的十二界是不是六根加六境啊？这加起来等于十二处，对不对？再加上六，还要再六世界，对不对？加六世，全部都加起来等于十八界。六根六境，五根五境是不是比较简单一点啊？所以要五根加五境，再加上什么一根，再加上法啊，法，因为色身相会触法嘛，法界还有六世界，这样看懂没？六世，所以最前面是不是有六世啊？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到意识，那他都用界，他这是不是叫六世界啊？也就是前六世。这个意界呢，它就包括第七跟第八，因为它是意根。我们刚才讲的身是跟什么，身者是，受者是，有没有？它是不是也是加了两个？还记得有身识，对不对？十一识里面的第一个身识说叫五色根，再加身者是、受者是，身者是、受者是其实都在七八里头了，其实在七八里面呢，它是一根界，它是一根界哦。然后呢，这是五根嘛，五根加上一根，这样懂吗？好，五境是不是还要再加上法界？这样有没有看懂？一次都看懂就太天才了啊！哎，这个我花了很多时间，比来比去，比来比去，是因为有大圣广武运论的基础，才比得出这些来。哎，而且还要算术比较精明一点。没关系，先有个概念了哈。所以呢，这个五境是不是还在加上法境啊？也就是叫法界，这样理解吗？所以这个法界等于十二处的法处，同样都是八十二法，其他同样都是八十二法，这样有没有看懂？哦，再加上前面异处里头，其实在十八界里面是不是包括了前六世的六世界，再加上第七第八世啊？好，所以他那是不是还是 八法，法界也是八十二，中间是不是还是十啊？所以加起来还是一样一百。但是这里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就是六世界加上异界叫做七心界，虽然它是八法，但是它只有七界而已。有没有看到七界加十界再加法界，是不是总共十八界？这比较特别的哈。因为六世界加上一个异界，异界本身包括了两个世，第七八两世，
所以它还是八法，但是叫做七心界，叫做七心界。所以七心界只是七界，再加十界，十七界，再加什么法界，总共十八界。十八界它还是白法。哦，那《大圣广五蕴论》也问到说，那既然五蕴也在讲白法，十二处也讲白法，十八界是不是也讲白法？只不过五蕴它少了六个什么无为法，它范围最小，因为它五蕴本身就是我们的有情众生的生命。我们是不是五蕴合合出来的？我们不包括无为法，五蕴的范围最小，它也相当于白法了哈。它跟白法的关系，我们是不是就知道说它只是扣掉什么无为法而已？它是不是几乎也同样都在讲那个白法的意思？哦，所以这个也就是蕴处界跟白法之间的关系，这样知道吗？哦，那就讲，哎，既然都是在讲白法，为什么还要分这样子？还要分这三种？在《大圣广我蕴论》就讲，如果啊，是执一的那种特性特别强烈的人，就要跟他讲五蕴；如果执受者特别强烈的人，就要跟他讲十二处；如果是执着作者很强，就要跟他讲十八界，因为各有所重，他就要各用不同的法来为他说法。好，那当然这个是在《大圣广我蕴论》问。大圣广我蕴论里面所讲的了哈。那总说呢，我们看到十八界哈，因为这里其实跟所谓的十八界是结合在一起的。回到我们的第187页，有没有啊？第187页，因为这十一世呢啊，这个十一世其实就是包括了什么，这个六根六境，是不是还有六事啊？啊的哎，算是什么前面的五个，前面的五事里头其实已经包括了十八界，是不是已经有十八界啊？那后面的六个其余诸事呢，应知是此诸事的差别法而已。哦，只是他的前面的这五个意识里面的差别而已啊，所以他就不算在里头了，他等于是在这当中的差别哈。好，那我们来看解释，这里就可以知道哈，说从这段文来看呢是十一世的解释，但是从下一段文来看呢，这个是在统摄一切法。为什么总摄一切法？因为十八界是不是也是总摄一切法啊？十二处其实也是总摄一切法，五蕴也在总摄一切法，只不过少了什么无为法而已。这样理解吧哈？所以我们要知道蕴处界它几乎也在总摄一切法，所以为什么佛陀哈？为什么《欧含经》里面用蕴处界，到大乘佛教之后还是用蕴处界啊？的重要性。他是不是都几乎在总摄一切法啊？那这之所以总摄一切法呢，就是要成立一切法为事，一切法为事。因为这个五位白法其实也是来自于这个白法明门论，白法明门论是不是也是八世规矩颂的一个基础啊？为事的基础，因为为事所要讲的是不是就是心王心所，其实就是他讲心王心所，他的重点放在心法上头啊，就放在心法，也因为有心法才会有相应的色法嘛。哦，那有相应的法之外，是不是就有相对的叫做不相应法啊？相应法加不相应法，是不是就叫做有为法？因为有为法，是不是相对就会有无为法，而总摄所有一切法？这样有没有看懂？哦，所以为什么用蕴处界，其实也是在怎样总摄一切法的意思哈。好，所以呢，这十一世当中呢的这个六内处六内界了哈，内六界就是什么六根啊，
彼所受是、哦、所以呢生是生者是受者是这三是就是六根彼所受是呢就是六境大家看懂没、哦、那彼能受是呢就是六事就是六事它合起来是不是就是十八界啊所以一切法不出六根六尘六事的十八界大家看到吗、哦、所以这十八界是有情的一切啊所以这五种事已经能够怎样合摄一切法的自性了、哦、唯识是不是也很喜欢用自性啊但是跟中观用的自性是不一样的、哦、唯识所用的自性比较在特性生成的特性上面或者叫做、哦、这个就是他的自己特有的个性啊、哦好那至于其余的事等、哦、因为还有事啊处事啊、哦、还有术事啊、哦、言说事对不对自他差别事还有善去恶去死生事对不对、哦、这些事来讲的话不过只是死生等诸事的差别相而已哦、它是依着身等五事的作用而安立的了所以它还是归到什么身等五事也就是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里头 它是把后面 这六个事归到哪里去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里面所以我们说十一事是不是也 总摄一切法啊、哦，跟十八界是一样的，跟十二处是也一样的，啊、哦，跟五蕴是也一样，只是五蕴少了什么五违法，啊、哦，因为正好整理的这个表是为大乘观五蕴论，不过哎，在这里正好我们的摄大乘论也可以用得上，啊、哦，起码我们有个印象，是不是五蕴十二处十八界都总摄一切法？哦、不过五蕴少了什么五违法哎，只少了五违法而已、哦、好所以这个叫做初十一事体以摄法、哦、这个摄法就是总摄一切法的意思、哦、总摄一切法那也因为总摄一切法呢接下来呢就变为是无异好、哦变为是无意好、哦、因为这为是呢是从心法出发那么心法会一直扩充到有为法有为法它是不是还是什么虚妄的、哦、它其实还是虚妄的法、哦、因为为是所变现出来的一定是在什么有为法当中那有为法是不是它还是虚妄不实啊哎，我有无为法它才是真理的现象、哦、好那这个部分呢它这个譬喻显示、哦、用譬喻来为我们解释哈。所以呢又此诸事呢皆为有事啊都无异故有没有所有的诸事是不是都是从为事来做出发先建立在有心事的这个基础上所变现出去的一切呢、哦、它能够变现的是不是就是有为法既然是有为法、哦、既然是有为法那么它是不是都是无意的、啊、都是虚妄的都是无常的对不对五味白法是不是也可以看得出来唯有无为法它才是真实的才是实法了是不是才是实法 啊, 啊这个有为法因为我们的心法是不是也都还是落在有为法的范围里面啊对不对它还是落在里头的、啊、有为法所以有为法就是有生灭叫做有为法它原生原灭、啊、是无常的是虚妄的是无意的所以这个无意啊、是来自于他的虚妄来自他的什么无常
哦，那此中以何为譬喻呢？哦，来显示呢？哦，那因之呢，梦等为喻显示啊。哦，就比方所谓的梦，做梦这件事情啊，哦，我们所做的梦，不管梦的是好梦还是坏梦，对不对？好的梦醒过来觉得哇，怎么那么可惜？比方我们哦，梦见我中了乐透，哇，几亿几亿的啊，这不过只是梦而已。醒过来那些多少亿是不是也都没有啊？消失都无益。哦，所以好梦它也是什么无益的，对不对？坏梦呢？哦，有时候真的梦到被老虎追，哦，拼命跑，拼命跑，哇，哦，吓醒了，然后就说，哦，好家在，只是梦。因为醒过来老虎也不在了，对不对？也不见了，哦，所以我们说用梦来做比喻。所以有些人都说，有些人就会问师父，师父，我梦了一个什么梦，请问这个有什么意义？我们说无意啊。我们只要把它想得再长远一点，哦，当我们这一辈子临终啊，临终之前，哦，一辈子的几十年可能很像那个什么，人家说像跑马灯一样，嗯，会转，哦，所有的那个重点都出来了，印象特别深刻的，是不是都，哦，像跑马灯就跑出来了？然后呢，在临终之前要咽下这口气之前说啊，我这辈子不过大梦一场啊，是不是大梦一场啊？如过眼云烟呢，啊？对不对？万般带不去，唯有业随身。这时候才知道业有多重要，因为所有一切努力过的，没有哪一件带得走啊。色身也带不走，房子也带不走，对不对？名声地位是不是也带不走啊？没有一样带得走啊。既然是大梦一场，那梦中梦又有什么意义啊？啊，所以不用解梦啦。啊不需要解梦，就算我们有生之年所做的还是无益的。为什么？因为还是虚妄的。为什么虚妄？因为它无常，它缘生缘灭，如同过眼云烟。哎，我们只要想着说，哎，这个过程如同过眼云烟，真的不要太计较。从太计较当中去跟人家结恶因恶缘，是不是全都入啊？什么都没争到，反而争到什么恶因恶缘，然后带着恶因恶缘走。我们说这样划得来吗？划不来。我们不如啊，跟人家结善因善缘，是不是更重要啊？我们能够善解啊，要转化。所以我们都说第六意识是增上缘呢，有没有？能不能变好变善？关键是不是在第六意识啊？它是一种，它是最有力量的，叫做增上缘的力量。哦，坏事也要把它想好，好事那要更好，对不对？哦，是善的，我们要更加的善；是恶，我们也要把它怎样转善，也希望能够把它转善。哦，所以这个梦，哦，其实是什么？是无意的。哦，梦中的境界。哦，所以呢，如果真是个佛弟子，要不要替人家解梦啊？要不要去找人解梦？不用啦。啊，真正是佛弟子，要不要去算命啊？也不需要了，啊，也不需要。啊，因为我们随时都可以转命，善因善缘一直在转，嗯，可以转变结果。因为只要还没有结出来的，是不是都还有机会？啊，都还有机会改善。啊，在印度啊，那么没有，不是用中国的算命的方式，不是啊。佛陀也从来没叫我们去算命啊，对不对？所以我们说，我们身为佛弟子哈，啊，什么是该为，什么是不该为，是不是还是根据佛法来啊？哎，其实还是要根据佛法来哈，啊。所以我记得我在刚出家的时候，也真的碰到一个人，一个非常会算命的人的姐姐。啊，他到寺里面来，他说他弟弟呢过世了，很会算命哦，30岁就过世。他说他弟弟也算过他30岁会过世，但是改不了命。会算命不见得改得了命，我们不会算命啊，
要能改得了命，对不对？那才高明啊，随时都可以改命哦，其实真的随时都可以改命的哦，所以不用解梦了啊。所以一旦说我要来什么解什么梦，说那真的没什么意义，是不是根据佛法来？还是要根据，不是我个人的想法看法而已，对不对啊？还是要根据佛法啊。好，所以呢，应知梦等为喻来显示嘛，哈，未如梦中都无其意，独为有事了。所有的梦是不是都没有意义啊？醒过来什么都没有啊。所以我们说这个，梦里明明有六趣啊，觉后空空无大千，对不对？啊，那这些梦是不是就是从我们的意识所显现出来啊？而且大部分我们说，到底是第六意识还是第七意识啊？主要还是第六意识。我们的梦几乎是梦这辈子的事，很少梦到上辈子的事吧？啊，更不知道我上辈子是谁呀、啊？有的人说，我梦见我上辈子是谁，那还是自己想象出来的，对吧？还是第六意识。但是我们说第六意识它不是单独，是不是还是跟过去有一些关系啊？只不过因为我们只会用第六意识来思考，我们的思考呢会跟我们所啊承袭境有关系，我们所曾经学习过的境的那个外境是从哪里来啊？从眼耳鼻舌身的学习嘛，经验是不是也都，我们的经验是不是也都这一辈子的、啊、是因为我们透过眼耳鼻舌身把这些经验累积在我们的第六意识哦，所以比方梦的话哦，一下梦见去美国去日本去哪里，那是不是也是我们曾经有过，只是排列组合很乱而已啊？哦，比较杂乱无序哦，而且这个时空错置对不对哦，那个可以有各种不同的梦，但是我们说那个是不是都为识所变现出来啊，而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哦，虽然在梦中好像有种种的色身香味触哦，乃至有色林地山四意显现，所以这些现象是不是都是四意显现而已啊？好像有那么一回事儿，实际上呢，等梦一醒过来，是不是这些也都消失了啊？就像坐拥这个什么哎，什么别墅啦，或者什么啊，那些醒过来是不是还是没了？对不对？啊，所以呢，这些其实都没有太大的意义的啊，而与此众都无有益啊，这些是不是都没什么意义啊？只要醒过来，所有一切是不是还是化为乌有啊？啊，所以由此欲显呢，因随了之，一切实处皆为有事。啊，也因为这样子的譬喻显示出来啊，从这样子来体会，所以我们应该要随啊因随了之，我们所有生之年所处的一切的时间或者空间呢啊，我们所看到的这一切现象来说的话，是不是也皆为有事啊？是不是也都是为事所变现出来？一样是为事所变现出来的啊，也由此等言呢，应知富有幻妄露爱玄意等喻啊，啊，不只如同梦一样的比喻，其实也如同什么幻妄幻狂哈、啊，就等于一些幻术一样啊，不时的那个显现了 啊，比方有所谓的露爱啊。杨艳啊，露爱啊，在第190页有吗？像那个杨艳也是，也就是这个幻妄啊，幻狂是吧？幻妄，也就是所谓的杨艳啊。何谓杨艳呢？比方我们开在高速公路啊，在大热天太阳高照的状况之下，我们开车在一个非常笔直的那种道路上，远远会看到前面好像有一滩水，啊，那个其实是太阳的反射下来，
真的开到那里，那个水是不是也不存在啊？但是看起来明明有一滩水，却是呢，实际上它是不存在的。所以那个又叫做露爱，露在那个啊，在比方在沙漠当中，是不是也希望有水啊？哦，他也会赶快狂奔过去呢，确实呢，并没有水。好、哦，还有呢，就像那个什么眼目啊、哦，这个昏眩或者有障翳的人，也就是那种飞蚊症啊、哦，那个视网膜因为有破裂剥落的状态，所以他所看到的现象是不是会觉得好像有蚊子在外头啊？那是视网膜的反射出来，实际上有没有蚊子啊？所以那个叫飞蚊症，有没有？哎，飞蚊症啊，那个有一个弟子哈、啊，那个什么，我正好有个徒弟，他本身就是飞蚊症很严重的人，哎，啊，他又很爱读书，啊，越读书呢，飞蚊症就越严重，是不是很麻烦啊？他曾经去一个。找一个眼科医生啊，眼科医生啊就问他啊，你现在有几只啊？问他你现在有几只有几个，然后那个眼科医生说啊，有的就回答说我现在六只，有的说十只，有的说八只，那个、眼科医生说这个都不算什么，我二十只然后眼科医生是很厉害的他才更严重。所以那个真的有蚊子吗？不是，是不是也是我们反射出去的、啊、哎，其实也不过只是反射出去哈。所以呢，这个无意我们所看到的就如同梦，如同阳焰露爱，如同什么那个眼睛啊，那个飞蚊症的蚊子一样，这些是不是都不存在，都没意义的 啊好，那我们这堂课就讲到这个地方哈。阿弥陀佛。